今日是咱一个跨海线月啊，台中港啊，台中港啊，跟我们澎湖港、公港啊，最近也要通航了哈。台中港五湖国际社啊，苗靠文化表演团啊，今日呢跨海线月，那我们来到了这个啊，让大家这个澎湖的天后宫啊，以及母亲啊，就咱这个开台圣庙啊哈。全国最尊贵啊，最古老的庙宇，最尊贵的天上圣母来献歌。好，现在我们带来的是农村九歌啊，参政哈，今嘛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哈，今嘛都秋收时分，中秋节嘛要搞完哈，农村九歌啊，休闲解了好，但欢喜啊，来喝点小酒聚会一下，来农村九歌，请欣赏，谢谢。